我知道除了这个果汁之外，其实你还有很多不同品种动物相伴在身边。哇，你什么都训呐。对，哇，因为其实我觉得所有喜欢动物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愿望，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动物园。啊，动物园啊。那这样我们能不能把你那个训练营里的小动物们请到台上一一和大家见识一下？好啊好啊好啊。马上要上场的是羊驼是吗？对，哦，是羊驼，特别可爱。来，哇，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朱迪。朱迪，然后出生在什么地方？北美会比较。对，一共有15个品种的羊驼。15个？哦，对，不同品种。那我跟他拍一张。走，咱俩拍去。你先帮我拍。他不会咬我吧？不会不会。会踢我吗？不会，给他点吃的。啊，我没有。对，我就放在手心里吗？对。他会咬我吗？不会不会。来来来，快！那你让我跟他拍好吗？来，离近点，近点，对，蹲蹲着点好吗？哎，你怎么喜欢男生呢？你看着我呀！哎呦，他走了！你来呀，你来呀，你来呀！萍姐，要不我试试？你来，给你，好可爱！嘿，大妹子！大妹子！哎呀，好好好！哎呦，哎呀，你怎么能亲他呢？我也想亲！哎，这个好，你看，异性相吸是吧？真的。哎呀，你还不吃，不吃你的，对，他性格是很好的。哎呦，好好，这个好，哥哥你来。哎呀，我能搂他吗？可以。哎呀，他真的喜欢男的，你们稍微让一点。哎，真的好，他为什么跟男生这么好啊？我要再来一张。到这边，你可以搂他。哎，快快快，他正好看着我呢。经过我们的，要搂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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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搂一下。哎，我在这儿呢。哎呀！我怎么在啊？走啊！太垃圾了！怎么对女生这么没礼貌呀？好受！他这样冷冷的看着我，那种感觉很怪。